啥？看风景啊！等等的哦，就做好来做空中飞人。既然我手袂压你，归去啦，托你做个死死的。要死你家己去死！我无阻止你找叶少峰，你是去啥物事？你嘴里是讲无阻止啦，要唔过私底下，你一直利用囡仔咧诱拐少峰的心。啊，你混怎抓紧理你的？囡仔少峰才一直对你动心啊！我无可能搁再吞了啦，我袂给你机会，搁再跟我走对啊！小丽，你别做戆代志。你别过来。你妈是惊死去我，还是惊死去张嘉玲？你讲啊！你看你怎个？是甲嘉玲绑？你是想要甲我结婚？明仔载咱先去登记。我保证，我永远拢袂离开你甲囡仔，好不好？我为你付出这么多，你从来唔捌主动讲你要登记。你今麦看我跟张嘉玲绑做伙，你要开嘴啊！原来啊，张嘉玲的性命，甲咱两个人的幸福同款重要。我是跟你做戆代志，雪莉，我跟嘉玲的感情已经过去啊，我跟你才是真正有未来的。你对我的付出，我真正拢放伫个心内。是啊，过去是我自私，我什么拢干那想着我家己，这是我不应该。今麦给我忏悔啊，给我弥补啊，你唔爱还我这个机会。你确定是确定？你快快，你快快快啊！确定，今麦保护你家己，就是保护咱的感情。你不能忘记的，你的巴肚底还有咱的囡仔，囡仔是无辜的，唔通因为咱的恩怨牺牲了咱的囡仔，好不好？这种话你已经跟我讲几啊遍啊，我无爱再失望啊。我保证，这边我找你做法告，你唔通相信我，我才有法度证明给你看啊。听我的话，多少辛苦。做后悔的事，都看来。别乱走啊！啊，打鬼！你不得骗我！如果你就是我母阿姐，你根本就要跟张嘉玲娘。我还敢相信你啊！我还敢相信你啊！姐，你做工人也行，你我出两百，你把现在胡椒也行，你。小宝，小宝，我不是刘公爷，我不想要伤害你。你伤害我宝剑，伤害宝剑。少峰，曹龙，我要去我家，你要跟上去，啊！